费是折射器吧，然后首先我们要打开它的开关，然后这个地方是载物台，就是你 sample 要放在这里，然后可能会有一点脏脏的，所以我们要用湿巾纸把它擦干净，擦干净对你后面的测定才不会有影响。再来，我们就要拿出我们的样品，然后吸一点点，然后滴一滴在这个上面就好。这样我们就把这个东西盖上去，然后把这里锁起来，然后接着把这个灯源插到左边的这个孔，然后再来就是。再来应该不用拍了，因为。